等你好啊，咱就无相欠啊。我希望以后莫阁甲你有任何纠缠。我真正无法度原谅你，配合陈忠实改造是阮二哥来卸给阮家的代志。你还是不相信？我配合陈忠实是夸张的。我干那知影，人拢是有选择的。就是因为有选择，当初我为陈忠实手中摕永兴饭店股份，我就继续支持恁哥做董事长。就是因为有选择，即便陈忠实对你出手，我才无顾一切去救你。安姐，当初陈忠实利用我，对面哥起起来控制我，啊，不过我是跑掉，要替面哥讨一个公道信任，才去接受伊的。你相信我，即卖我，甲当初去到罗文耀迄人已经无共款啦，我甲你罗家的人。已经培养出感情，我真正无可能做出伤害老家的代志啊！既然陈忠实对你的要求，让你感觉足为难的，你现在再搁要继续让伊控制？你今麦应该跳出来指控伊，让伊为着伊所做迄款伤天害理的代志付出代价，敢不是？那我问你，你面具哥哥要安怎？伊只不过在陈忠实手头呢。当初我发现，恁爸无参与陈忠实讲的，这个自私、冷血、无情，一段时间有几啊遍，我无得忍受良心的折磨，想要离开。不过后来，我发现你是疼我妹妹，我就真正无法度跟你放下，我嘛无得放下老家每一个真心接受我的人。我跟米夫讲过，伊上大的心愿就是找到伊的情人。安姐，我要替伊完成心愿，安尼嘛算是弥补我对伊的亏欠。好啊，你莫阁讲啊，我袂让你感动的。拢讲厝内底是讲情无讲理的所在，既然你唔是我的情人，你唔免甲我讲情。我要跟你讲道理，你今麦应该真清楚，陈忠实利用你，只是为着要报仇尔。你若是真正对面哥感觉亏欠，你就爱跟老家徛做伙才对。什么你欠陈忠实医药费，迄拢不是问题。你若是真心要弥补，我愿意给你机会。好，那你希望我怎做？我爱你答应。主动去找阮爸坦白你的身份，讲你是被陈忠实利用设计。阿伯，你敢有想过，恁爸敢有法度查出这真相？等爸发现你是被陈忠实利用来对付伊的武器的时阵，才是对伊上大的打击。为着你今麦除了去面对你的过错，你嘛无其他的选择。你若是不愿意老实讲，我会伫遮去把你的身份压压。我今麦愿意给你机会，因为这是我对伊最后一次的信任。小雨，你要相信，不管爸爸做什么大事，拢一定是为着你好。老家的人，无值得你对伊破心话，唔通让爸爸失望，唔通被爸爸最后选择，还放弃这后生。阿那不，你绝对后悔。敢是这种人？我地方真清楚，罗家李小雅是美国。我早做好心理准备，随时离开罗家。我过唔惊实际上，我唯一惊的是，我若真正离开，阁有啥有法度，阿娘继续保护罗家？那陈忠实，我对伊出手是要安怎？我敢是这个
已经到底啊，应该是这个忘掉。退下，歹势，夹唔着紧。即摆是啥物状况？当然，是的，我接到的消息都随在你报告啊。无去证实这消息真诶也假诶，我当然变化一直电话，真正做实的。稍着急，我怪你。在山区附近所有的病院诊所全部拢去找，还佫加派一挂人去罗家订号店，绝对袂当让罗安杰等伊，佮小雨的身世也开。然后罗家的人知影小雨真正的身份，代志愈歹处理。是，我马上办。安杰，唔管你问我啥，我拢老实甲你讲，安无你相信我。我真正确确实实无想要配合陈忠信去做出伤害罗家的代志啊！你不是有讲过，你愿意给我一遍机会，但是请你阁相信我一遍，我继续留在罗家，我要弥补我所犯的错误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安尼，我爱你甲陈忠信切合你，你敢做会到？至少你爱予我看到，你甲陈忠信讲予清楚，予陈忠信放弃你这个武器。一礼拜应该有够。一礼拜了后，你若是阁无任何的动作，我就会认定你甲陈忠信已经白死死啊！到时，我会去找爸讲出事实。你给我一礼拜的时间，我做给你看。吴安姐，你别答应我，这段时间你别再冲动，好不好？我讲会到做会到，你也爱会记，这是你最后机会。我知道。你休困，明仔透早我会甲厝内底人联络。既然咱今嘛暂时无法度甲代志压开，咱就爱想好一个理由甲因解释。我足忝，我要去休困。虽然不知安怎做。安姐才接受，安不至少，我替家己争取一礼拜的时间。我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，想办法说服爸，放弃我针对安姐。我一定要保安姐平安才行的。这件代志哪会跟你有关系啦？啊，你伫病院是总去呢？啊，哪即马甲安杰做伙啊？爸，这件代志确实陈忠信引起的。我的失踪是因为我接到陈忠信的电话，伊逼我甲伊合作，而且佫威胁我，我若是无甲伊配合，利用你和我1%的股份被公司破坏，伊就要对安杰不利。我就是迄时阵，在安杰的手头，我为要救安杰，才走去见伊。啊！伊威胁你，你奈无甲我讲啦？你还带伊过去见伊？你这是白白送上门啊，足危险的啊！爸，我袂当讲，伊当然是威胁我，这个代志若泄露出去，安杰就受伤。
这个陈忠信哦，敢用这款方式来威胁你，搁敢把安全抓走，是怎个可恶呢？爸，你是莫生气啦，听我搁把话讲完吼。后来呢？后来你想让我走出来，应该不是陈忠信把你放出来啊？当然不是啊。我刚刚有的时阵，我从远所在有看到陈忠信，想要上安捷，我起驾，直接把车开过去弄伊。不过，我闪开啊，为了落车要叫安捷，谁知陈忠信下骹手人，就走过来攻击我。我哪会跟车拼？哪敢叫安捷？我只好选择躲走，最后走火了，我就跑到水里面啊。陈忠信，你敢来欺负我后生查某囝？这条蛇我一定跟你死，我绝对袂放你走啦！对啊，爸，该死的人是一天到晚只会晓讲白话、隐挺小人的陈忠信。为你即马，我先替你去办那专业的手续啦，啊，其他的代志等你再讲哦。你的病历应该袂予爸发现吼。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有交代啊，甲轻伤，甲做撕裂伤。真正是照编故事的，编到敢若真共款。果然是陈忠信嫁出来的好徒弟啊！正因为小红跟林志坚起冲突，你制造这场意外目的是啥？这里哦。我老先金脚头哦，拄则做缝合手术，对啊，较细腻啊。好，我知影。爸，医疗人员哦，伊拢真专业，你免特别烦我啦。我为恁的代志哦，烦恼较袂食袂困的。即摆真无干呐，知影你无代志啊，我欢喜啊。加讲两句，那要紧啊。安姐，你讲对无？爸，你安尼紧迫盯人，颠倒会让我甲二哥感觉有压力呢。啊，这就叫做父爱啊！我就是要恁知影讲哦，恁在我心内偌重要啦，哈！咱做伙去病院啊！对小雨的嘛，无什么无同款的所在，而且罗安姐看起来，不是一个相安无事的态度。看起来小雨应该是甲罗安姐安搭好势。重点是用什么理由去说服伊？照你讲，罗安姐知影伊冒充面具的时分，伊是无可能会放伊出来。当然免烦恼啦，小雨是巧巧人，应该有家己的讲法，会当说服罗安姐，请你莫想遐济。小人所发生的这代志，我哪有可能无想到呢？我想要赶紧了解清楚，看小雨是不是已经彻底反背我。唔，那对罗安姐，甚至对我再兴，拢讲出我全部的计划，直接就跳伊那边去。跟对去。是。